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幸福，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是智慧。现代人多强调喜欢才做，却有一群傻子做着吃力不讨好的事仍甘之如饴。虽然被人笑作是傻子，却能够利益多数人，他们怀抱的是什么样的信念？其实有人哪跟你讲，你哪下讲，趁钱不要自己用啊，人生才多久啊，咱应该呢，爱尽量享受，尽量自己去用。有当时啊，常常有听到人笑我讲哦，安那安尼食家己做别人的事，嘛有人安尼啊，做甲再辛苦啦，只要你是甘愿啦，感觉讲做出去啊，啊都足欢喜的啊，安怎样都无感觉艰苦，无感觉艰苦，那咱就当好继续不断去做好人。有当时阵会去碰到一些什么逆境的事，咱无感觉就讲，我安尼做，啊，你用安怎的面色，用安怎的声音给我听，不管外境是安怎，咱的内心呢，拢还是欢喜的。有欢喜的心，才会当好转掉了迄种无明的啊心。那个心境才会动起来，这就是叫做智慧。所以我们必定要甘愿做，欢喜受。甘愿做，欢喜受，短短六个字，却翻转许多人的价值观与生命态度。在你心中，是不是曾有几个傻子，不计代价全力以赴，你做不到，但却很佩服？别人今日要种秋姜嘛？哎，秋姜对。好，秋姜就是这个水土保持内底啊，伊的土地里还佫上耐旱，还佫用。今天你看，皮安尼水嘛，足水。这都是后摆。地球就是爱穿安尼啦，按地球呾哩花哨，对啊，啊无地球即摆安尼，小可一年一年温度特别热，很热寒，对啊，对啊，低头只，加一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迄个迄个迄个脚脚也不走不了啦。这树啊种济啊吼，伊有阻力点，啊阻力点时阵，水土保持。哦，啊个，哦，后摆啊，水啊，拢会一年一年，拢会直直增加。哦，所以种树是足好的代志。人称赖桑的台湾树王赖贝元，三十几岁开始在大雪山买地种树，三十多年来花费20多亿，种植快木、孝楠、牛樟等上百种树种。发愿守护山林。当初时阵，我种这树的时阵啊，一摆人拢反对，一摆拢反对，讲笑拢笑我是戆啦，我无戆啦。安怎讲？这树啊，万年这是千年的树叶啊，的枝叶啊。为了实现梦想，赖贝元省吃俭用。家中家具电器都没换过，身上的补丁裤变成注册标记，裤子每件都补上个20-30次，因为补得太厚，厚到针一穿就断。但为了种树，
赖贝园一坚持就三十几年。人生你爱两种，两种就是讲造福甲顺福。像我要选择的，特别造福。我就食歹，大歹，困歹，用歹。你要先这四个条件，爱先废的废掉啊。咱人一般弄个磨掉嘞。有一个病啊。这个病啊，那旁边给咱拿掉。都得发啦。所以我拢叫人讲爱废掉啦。唔系安尼安尼。这个时阵有这个福报。佮家己佮无想要转出去。何锦洲是台北市公务局公园处的水电班长，和同事两人掌管台北市士林、北投区90个公园，摩托车一个月可以骑上1000公里，被称为万能水电工的他无所不通。哎呀，我的天鹅啊！哇，规件拢弯弯弯。如果想减肥的话，可以看我的手机，没关系。别人的 LINE 里面都美女图了啊！我除了早安之外，其他都是公车的，都是黄金满屋了。每个人都说我是最富有的人，因为我每天摸的都是黄金。只能用这样子调侃自己啊！哇，这样子心情做比在工作起来哦，会比较好一点啊。拥有甲级电匠、水匠、瓦斯匠3张专业证照。若自行开业，论件计酬，可是身价不凡，但他却甘愿从20几岁投入公家单位，只领月薪。傻子不傻，乐在其中，有的是一份服务的热忱。是戆的人做啊，有当时啊戆来戆去，再到底哪久啊？跳的拢已经掉走啊，剩阮两个戆的，剩阮两个尔，过来无人要做啊。公园处服务哦，就是算是一种服务业了。其他的话，事实上也不敢有其他更多的那个苛求了。顶个地下大坑啊，无麻醉剂啊，无盐酱多啊，无。现在肺炎过去，好在讲最近是真大单。看一看，在这个地方。Hello, you're Lion? No. No, we're from the Chuchi Foundation. It was 24 years ago. We had the first medical mission in this place.Okay. So since we are just 24 years ago, 菲律宾慈济仁医会医师柯贤志回到了1995年慈济首度在菲律宾义诊的地方，场地的不便、医疗器材的不足，再再都是考验。但柯贤志谨记着当年立下的医师誓言，只要能为病人服务，他都欢喜承受。为什么要穿这么精的？你说看眼睛。小会肿。没有。水肿。没有没有没有。这代表什么？你看是有结果。八点三去到一点三去，那个是差不多18点钟啊。这不但啊，况且你站咧，你去开刀，你的精神拢总是伫咧对病患来，你都要开刀呀。但是挂了后说。我大家讲说，我真正欢喜哦，因为这病患哦，假如我若无去做，我就是规世人无法去做。看到我们帮助的病患哦，我就是说，看到他们开刀后的那个笑容哦，永远永远的期待。像医生，他抢救生命，假如啦，要说。我就是重视这个职业，所以不得不去做救人的代志。假如是这样，那就是
苦啊，会累啊，会苦啊。但是呢，假如换一个角度来想，因为当初出发心的那一念都是说我要救人，所以我要当医生，这都是呢使命感。可是人呐、啊，反复啊，就会反复啊。有的时候呢，那一念心守不住了，难免呢都会被名啊、利啊、哦等等的诱惑啊。所以呢，这一念志、立志的心愿呐、啊，会很快就慢慢的，疲倦呐、啊。慢慢的呢，守不住啦。真正的使命感，他要打从内心的甜，甘呐、啊，甘愿，甘愿尽欢喜，就越来越少了。甘愿做，欢喜受，可说是最广为人知的静思语之一。意思是，明知这件事很困难，仍能视苦为甜，做得心甘情愿，满心欢喜。1986年7月14日，上人在《晨语开示》中虽未明白说出这六个字，却描述了这样的精神。当时花莲慈济医院企业在即，各地志工纷纷前来协助搬运、清洁等耗费体力的工作，都是自费自驾，总是满脸笑容，让上人赞叹不已。花一做的代志再辛苦，他就会感觉真欢喜，就亲像咱分分秒秒、时时日日、年年月月。咱唔捌有一天是休困的日，定定我一句话讲：享受牺牲，牺牲的享受，亲像这款的奉献，一心的欢喜，这是付出的欢喜，这叫做享受。1995年初，有三位来自美国、墨西哥的佛教徒专程来台参访慈济。他们认为慈济深入社会并非典型的佛教团体，对此上人如此回答：我感觉咱的组织应该是佛教的典型，因为呢，佛陀对咱的教育本来呢就是爱咱慈悲喜舍，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以慈悲大慈大悲去娱乐、去拔苦，这是真正咱佛教的精神典型啊！做这人是甘愿做，欢喜受。意思就是讲，明知知影这个代志真辛苦、很困难，可是呢，我会当转苦为甜。慈济人推动四大志业、八大法印，50多年来并非畅行无阻。例如2008年莫拉克风灾过后，慈济筹建永久屋的过程屡受波折，但上人以身教向弟子展现了甘愿做、欢喜受的精神。上人一到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慈善单位，然后他一来一个小时哦，抑扬顿挫都没有让我们可以插话或者呼吸哈、啊。他里面讲了一句话，他就说：“法师，你要盖永久屋，你要在过年前3个月内88天
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。你不要三个月后上台一鞠躬道歉了事，灾民是无辜的哦。哎，我看上人都没有生气耶，他就挺直了身体哈，然后如如不动。那上人也是很客气的讲完。过没多久他回去了嘛，那上人都没有讲话，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很难过。我那时候生平我第一次的感觉，原来不是要做善事就一帆风顺，原来你要做一件好事哈，其实那个困难更多。突然间上人在开示的时候啊，我昨天晚上想通了，我一切都放下，而且我非常清安，我非常自在。当我在盖这样的永久屋在三拿去当中，一边在规划呢，就一边在被攻击呀，好围攻啊！所以现在你们假如有实在心路，你那也要请为难啊。有一首叫做《实在心路》，那个时候的心情啊，我还是咬着牙根呐、也是认为问心，问自己的心啊，相信自己呢无私，人人一定有爱的，我一定会做得到。真正的要坚持的这样的坚定的道心。没有那么的简单呐、所以请大家要自我相信，莫忘初衷。许多人遇到挫折或质疑，不免就想放弃，该怎么坚持初衷，无有怨尤呢？上人以诚正信实来鼓励大众。咱若无诚恳的心啊，被动呢，那都无啥甘愿哦，做诶都无法度呢，安尼长长久久啊，所以咱一定呢爱学诚恳呐，对人诚恳，度众生诚恳。学佛行困，这个行困切，这两心呐、就是咱常常在咧讲的甘愿呐，甘愿在咧做，做了后呢，大家拢会真欢喜，哪会当安尼，都无有讲忝啦，辛苦啊。懊恼啊，郁卒啦，啊，这些拢总无啦。爱有正念嘛，那你烦恼呢，才有法度好断除啦。定果，除去了。种种尘埃故味，这拢总是咱爱真用心。逐天呐，每一个时，上帝的时间一念间，刹那间，这个短时间，咱都未当离开正念，咱才有法度呢，除掉了尘故诸烦恼。这就是无量。逐天呢，生活面对呢，无不都是法，爱信法，无上微妙，要安怎断烦恼，断真多烦恼。才会当呢得到微妙的法，那微妙的法呢入心呐，你才会当发出了迄个甘愿，发大愿呐。我发的愿呢是真欢喜的愿，
我为人付出，我是足欢喜的，所以甘愿做欢喜受，这个甘愿呐，都无苦啦，无苦呢，那就是得法的欢喜啊。咱会当信法无上微妙，这个愿行持，那就是真准确，方向无偏差，一直向前行。就是绵密啦，的道理呢，咱愈来愈体会，愈来愈了解。烦恼未卡着咱的心，未污染着咱的念，变成了真自然。不为自己求安乐的傻子精神，原来是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智慧。凡事甘愿做，欢喜受。正是救世救心的最佳良方。的确啊，不忍众生受苦难啊，当然也是不忍地球受毁伤啊。只要有不忍这一个心态，我们就很愿意去付出，而且付出得很甘愿。这个甘，这是甜的意思啊。甜、甘跟苦是两个不同的心态。老实说，付出呢，的确呀，假如没有花心啊，要去付出，的确是苦，那就是无奈，无奈就是苦啊。发自内心的那一份真诚的爱，甘愿付出，那就是甜的。假如人人都像慈济人一样，很自动的投入去付出那一份爱，要对治社会，对治家庭，对治人心，其实呢，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甘愿。那这里像你讲甘丹的有名啊，那就是灵光妙药，这是上好的。